然后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二、三，等过来，过去，再过来，过去。那如果说今天我画的这个，我的中心更扁一点的时候，对边呢可能会变得很小。你看，就变它这里有一个圈圈，这中间有一个圈。你看它外缘也有一个圈，就这样圈。那这个呢，圈在上，到上面去了。那这个圈呢，我这个中心点向上移了，那么就代表我看了九分面，这七分面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中心了。那这个时候，那你找哪一边，这种都可以这样下下来，这样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你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从中心呢这样抓起来的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竖的啊，夹缝里面画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